许多人一直想去香港，但是不知道怎么去，主要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办理这个港澳通行证以及怎么出行。往来港澳通行证的办理，本人需要呢到这个户籍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处办理，需要携带居民的身份证以及户口簿的原件以及复印件。第二个呢，你需要准备你这个淡底色的彩色照，大概需要2张。在户籍所在地的出入境管理处提交这个申请，填写往来港澳地区申请表。选择这个签注的类型，大概是3个月1次签注，3个月2次签注，1年1次签注，1年2次签注。申请完之后呢，大概需要等待10个工作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领到这个往来的港澳通行证了。除了上述的往来港澳通行证的准备之外呢，那么去香港就要选择这个出行路线了。去香港最方便的路线呢，其实就是从这个深圳走啊，因为深圳的地铁交通的非常便利。去香港可以选择，深圳地铁的罗湖口岸或者福田口岸，因为这2个口岸过去之后呢，就有香港地铁。到了中国海关之后进行证件签注，在这里不要忘记兑换一些港币，不管你是团游还是个人游。过了海关之后就到香港了。福田口岸和罗湖口岸过去之后呢，就有香港地铁，出行也非常方便。然后呢，就是选择你自己要去的地方就可以了。